普通面粉，普通面粉，凉水和面揉成面团，凉水和面揉成面团，醒面20分钟，中间拿出来多揉几次，醒面20分钟，中间拿出来多揉几次，面团放进凉水，面团放进凉水，开始洗面，不停的用手抓，开始洗面，不停的用手抓，一直洗到清水，这是洗好的面筋，一直洗到清水，这是我洗好的面筋，洗好的面水过滤一下，洗好的面水过滤一下，面水沉淀4个小时以上，面水沉淀4个小时以上，沉淀好倒掉上边的清水，只留下面的面糊，沉淀好倒在上面的清水，只留下下面的面糊，裸底刷油，裸底刷油，倒面糊，上锅蒸3分钟，倒面糊，上锅蒸3分钟，蒸好出锅并凉水，蒸好出锅并凉水，接下来看一下美不美，接下来接下来美得很，切凉皮儿，切凉皮儿，撕上蒸好的面筋，撕上蒸好的面筋，盐蒜水，盐蒜水，酱油香醋，酱油香醋，香油香油，油泼辣子，油泼辣子，这个油泼辣子真的太香了，详细做法我已经全部写好放在左下角了，点击进入解锁详细做法吧，黄瓜丝豆芽，黄瓜丝豆芽，凉皮请大家参考，凉皮请大家参考，凉皮开店，聊着了。